原味生活馆李石宏。不经不觉咧，嚟到2013年最后一集嘅原味生活馆啦。当然我哋节目未完嘅，咁2014年咧继续会喺度同大家见面嘅。今朝早咧 ，Clement 咧就请嚟同心圆敬拜福音平台嘅总干事啦，霍志鹏 Thomas 啦，同我哋倾偈啦。你上一次嚟嘅时候咧，都有介绍过你哋 Boxing Love 嘅行动啦。好想首先问下你哋嗰个反应又系点样样？咁好，感谢神咧，咁。啱啱咧过去嘅圣诞节里面咧，我哋真系收到好多教会嘅弟兄姊妹同埋唔同嘅家庭嘅一啲嘅回应啦。咁我哋咧都将好多礼物咧分派咗俾好多好多有需要嘅受助者同埋我哋服侍嘅对象。咁而有好多小朋友啊，同埋好多无家者，同埋有好多拾荒者咧，都得到一个好温暖同埋一个好意外嘅祝福。咁喺度咧都好多谢大家过去即系嗰个Boxing Love打开爱行动嘅支持。Boxing Love 咧，如果你想參加嘅話咧，咁唯有等下一次啦。但我知道咧，你哋機構咧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即係活動啦。咁年頭嘅時候咧，你哋就講過同心圓咧就五週年。咁但係咧嚟緊啦，2014年咧就會係敬拜者事團嘅20周年。咁又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下你哋會搞嘅一啲嘅行動啊，一啲嘅活動啦、啊？嚟緊咧，2014年咧就係、是、我哋敬拜者事團20周年紀念嘅日子嚟嘅。咁好，感谢神。咁敬拜事团咧就系呢一个同心圆敬拜福音平台里边一个好主要嘅事工啦。咁其实都几有趣嘅。咁我哋呢一个事工咧，其实已经有20周年。咁因为咧，我哋喺20年前咧，我哋领受咗一个敬拜意象，到喺5年前咧，咁我哋一个事工咧就已经变成为咗一个福音机构，咁叫同心圆敬拜福音平台啦。咁啱啱咧，今年咧我哋就庆祝咗5周年。咁而嚟緊呢一年呢，咁我哋呢就会纪念敬拜事团20周年。咁我哋一个好大型嘅敬拜音乐会叫做献给你㗎。就会喺几时举行㗎？会系喺出年嘅2月15、16号星期六同星期日喺耶稣伯体育馆湾仔耶稣伯体育馆举行㗎。咁即系呢段时间你哋其实都系筹备緊㗎喇喎。其实非常希望喎，因为啱啱先完咗呢一个 Boxing Love 打开爱嘅行动啦。咁我哋同时间呢，其实我哋已经预备得如火如荼呢，为呢一个嘅献给你敬拜音乐会作咗好多嘅准备㗎喇。嗱，年头嗰时我自己都参与过你哋嗰个同心圆五周年嘅你是神嘅音乐聚会啦。咁嚟緊呢一个叫做献给你嘅音乐聚会有啲咩唔同呢？其实献给你呢个聚会呢，系我哋五周年呢向神献上一个感恩嘅敬拜赞美音乐会㗎。咁而我哋呢就领受咗呢喺诗篇嘅第65篇第11节，你以恩典为年岁嘅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为我哋一个嘅主题嘅。咁我好想咧喺呢一个敬拜音乐会里边咧，献上我哋所有过去嘅感恩啦。咁其实咧，感恩咧喺基督徒信仰嘅生命咧系好重要。唔好讲基督徒啊，其实咧我哋做人咧要有一个感恩嘅心都好重要嘅。而家就算唔系基督徒，都好多时讲感恩啦。而家。是，其实我觉得感恩是一个力量啦，或者我哋调返转嚟讲呢，如果你帮过一个人，或者呢我哋讲一家人咁样啦，父母对仔女有恩惠，而被帮或者嗰个仔女呢系冇一个感恩嘅心呢，其实呢会带嚟有好多负面嘅感受，会觉得呢啊，我帮咗你哋都唔去纪念呢，其实呢一种负面嘅力量呢都会系一个好拆毁关系嘅力量嚟嘅。调翻转咧，其实感恩咧唔单止系抵消咗呢一种负面嘅力量，其实咧会更加咧令到一个关系咧更加紧密嘅连结起上嚟嘅。咁你哋敬拜者事团咧就嚟紧就20周年啦，有冇啲咩好深刻嘅，即系好觉得哇，真系好需要感恩，好值得感恩嘅事，你哋想分享？其实敬拜者事团都唔系净系我哋机构拥有嘅，其实对我嚟讲咧，敬拜者事团20周年是代表了我们跟很多教会和很多弟兄姊妹一起经历了很多的片段。你想想，一个机构如果只是他自己出了一些诗歌，或者自己做了一些聚会，而没有弟兄姊妹分享和没有弟兄姊妹一起来到这些聚会里面去经历呢，其实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那个重点呢就不是好像我们自己感恩，其实我们是很想，我觉得那些嘉宾才重要。我真的很想邀请过去同我哋有经历过
即系唔同片段嘅教会啦，或者弟兄姊妹咧，都一齐嚟到咧，我哋再去谂翻上帝喺我哋生命里边有咩工作。我谂呢个唔系就系为敬拜使团感恩，而我哋同好多弟兄姊妹都会有啲接触面，譬如有弟兄姊妹嚟咗我哋聚会里边咧，生命复兴咗啦，佢带咗佢家人嚟到我哋聚会里边信耶稣啦，甚至我哋一啲嘅聚会咧，有弟兄姊妹立志去全职侍奉，而我自己统计过咧，喺过去里边咧，我哋。嘅聚会咧，有超过二三千个弟兄姊妹系立志全职侍奉噶，咁而都有超过咗200位弟兄姊妹咧，已经成为咗传道人、牧师、宣教士或者系机构服侍嘅同工噶。即系可能有啲画面系好似人哋啲减肥前减肥后，即系20年前即系接触佢系点样样，20年后翻翻嚟一齐去感恩颂赞嘅时候咧，就见到另一个身份。所以其实即系对我嚟讲，我会觉得。我哋应该系为到上帝嘅工作而感恩咯，而唔系纯粹好似为机构啊、为我哋嘅团队嚟感恩，因为呢个事工系上帝开始，而上帝系定义拣选咗事工咧，让好多人一齐经历神，所以我哋呢个感恩都系同时系为神献上嘅。咁系咪都会有一连串嘅歌曲咧，都会系喺呢个音乐会咧，即系一齐去同步去制作？会啊，而家都做紧嘅。其实献给你呢一个聚会咧，最特。别之处咧，同我哋过去敬拜喺使团搞嘅音乐会又唔同咧。我哋就将我哋过去十几年所作过嘅诗歌，特别弟兄姊妹好喜欢喺唔同特别大型聚会唱过嘅诗歌咧，我哋会一次过喺呢一个二十周年嘅纪念敬拜赞美聚会里边咧，去到唱翻晒出嚟嘅。所以其实系好多回忆噶。咁会唔会拣其中嘅一首喺度先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如果我哋要拣嘅，我谂都拣翻一首经典啲，不如就。献给我天上的主。在我心中有千百万心思，来呈现给我天上的主。送人都一一归给你，主你是伟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数不尽感恩，来呈现给我天上恩赐。
活着。原味生活馆，李石宏。继续同同心圆敬拜福音平台嘅 Thomas 倾偈啦。头先有讲过，你哋嚟紧敬拜者事团咧有二十周年嘅音乐会啦，就系呢个献给你呢个聚会。休息之前咧，你就提过会有一啲经典嘅歌曲啦，你哋会都会喺呢个聚会度唱啦。会唔会有啲重新嘅编排啊？有一个新嘅感觉俾大家咁样。诶，今次呢个聚会比较特别咧，我哋平时嘅聚会咧，可能我哋唱十松啲首歌啦。今次呢个聚会咧，应该我哋选曲嘅。即系数目咧，都会系历年最多噶。咁因为我哋拣多咗好多嘅歌啦，咁而聚会都系两个半多啲钟头啦。咁、其实我哋喺编曲里面，我哋都会做咗啲功夫，包括我哋可能会有啲好特别嘅 melody 咯。咁同埋咧喺编曲上面咧，都会有一种耳目一新嘅感觉嘅。包括咧就讲少少啦吓，咁就我哋会有管弦乐嘅，咁同埋咧就过去可能你谂起敬拜使团咧，即系有好多熟爱嘅弟兄姊妹都会谂起我哋会系一队好以钢琴为主嘅带领嘅一队敬拜队啦。而今年咧，我哋都好希望喺吉他嗰部分咧，做得有多少少惊喜，咁我希望可以做到啦。咁因为音乐嘅嘢就唔可以纸上谈兵嘅，即系。都需要有好多嘅努力，咁而我哋今年都同样，我哋都会有500人嘅诗班嘅招募啦，咁同埋我哋自己都会有一队嘅小型诗班，有几十人嘅，咁系特别喺一啲嘅声部里边咧，我哋会再做得仔细啲，所以今次咧一个聚会比较特别咧，我哋都会再强化咗呢一种现代同埋一种古典音乐嘅糅合，而带俾弟兄姊妹咧有一个。唔同嘅感觉，但系咧呢一种感觉咧，会系一种好浓烈嘅敬拜感觉。咁我哋咧都一直追求紧，其实即系喺香港嘅敬拜赞美聚会里面，可唔可以做到系好现代，但系又系好浓厚喺一个敬拜气氛里面咧？咁呢个都系我哋今次一个挑战嚟嘅。即系变咗唔好搞到好似现代就好似变咗唱 K 啊，即系好似好或者系好似纯粹嚟演唱会或者音乐会咁样咯，但系。另外一个古典就话，有人就会觉得都系差唔多，唔可以话佢唔好，但系就话都系好似差唔多咁。咁其实仲有另外一个挑战咧，就系有一啲嘅音乐会咧，特别啲周年纪念音乐会咧，因为我哋要将我哋所有经典嘅歌咧一次个演唱翻出嚟啦，或者同大家去分享。其实呢啲歌咧，我哋早嘅排都经过少少嘅投票噶，系顶姊妹去自己拣嘅中意嘅诗歌嚟嘅。咁但系点样编排成为一个有意义嘅敬拜？因为如果你将好多歌好散收收咁样去演唱出嚟，咪变咗成个演唱会咁样。系啦，但系我哋唔想系咁，我哋好想藉住呢歌串联成为一个有意义嘅敬拜，令顶姊妹咧唔系嚟听歌，系一个敬拜历程嘅经历。就好似有好多弟兄姊妹过去嚟个敬拜使团嘅聚会咧，都有一份咁嘅深刻嘅经历，嗰、那个都系我哋咧，反而觉得同样系要平衡喺音乐嘅制作里边嘅。咁譬如话重新即系去编排嗰一啲歌嘅时候咧，会唔会顺便又会出一只即系专辑啊纪念专辑咁样噶？其实咧，如果认识敬拜使团嘅弟兄姊妹咧，我哋从来我哋唔系好着重系为一张专辑而做一个聚会。嗯，因为有阵时有啲危险咧，就系我哋嘅聚会为咗宣传一个专辑。嗯，其实好似新歌发布会咁啦，变咗新歌发布会。咁、其实因为神俾我哋照明，我哋真系好想主力咧去做一个敬拜嘅聚会，而做敬拜同做一个唱片嘅制作系有少少唔同嘅。嗯，但系我哋可以承诺一样嘢咧，就喺二十周年里边一。连串嘅纪念行动里面咧，其中会系发放一张差唔多我哋前后计划咗近都有十年嘅敬拜唱片。嗯，咁我哋希望都可以好努力可以做得到嘅，喺嚟紧2014年里边，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分享到我哋呢个成果。头先咧，我就听过你有讲过有小型诗班，有大型诗班。咁其实小型诗班同大型诗班有啲咩分别嘅咧？其实咧，我哋嗰对细嘅诗班咧，我哋就每个星期都练系一对四部比较严谨嘅歌唱嘅诗班嚟嘅。咁我哋都需要经过评核，即系 audition 啦，咁先可以考到入去嘅。咁都有好多年嘅历史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会唱一啲仔细嘅分部嘅部分嘅。
咁而呢我哋嘅大师班呢其实主要呢我哋嚟到嘅时候呢都系一齐呢有经会呢去到学点样去一个师班去唱诵啦。当然要求冇咁高㗎。咁同埋呢就其实我哋大师班嘅练习呢我哋有好几次呢同样呢都系预备佢哋嘅心灵呢去到呢个聚会里面呢去带领其他嚟到嘅参与者呢一起嚟到献上嗰个敬拜同埋赞颂㗎。嗯咁、那个要求方面系点样嘅呢要求呢只要你有心都可以嚟到参与我哋呢一个行动。其实啱啱呢 ,12 月15号呢我哋已经完成咗第一次㗎。咁、我哋都好感恩啦都有好多弟兄姊妹嚟参加。咁而我哋第二次呢就会嚟緊下个星期1月5号呢我哋有第二次练习。而如果有弟兄姊妹听到呢个节目有兴趣嚟呢其实可以 walk in 嚟到我哋嗰个报名参加㗎。咁地点又喺边度呢如果要大家搵到上嚟啦。嗱就係喺何文田嘅华英中学，咁我哋下星期日咧3:30，我就会有另外一次嘅练习。咁而第二次练习咧，即时报名我哋都会接受嘅。咁如果详情咧，都可以上我哋同心圆嘅网址噶。咁如果大家想参加呢个大型师班啦，500人嘅大型师班啦，咁啊记住啦，1月5号咁就去到呢个华英中学啦，咁就去参加啦。咁呢个有关献给你嘅聚会嘅其他嘢咧，我哋休息翻嚟咧再问阿 Thomas 啦。休息之前咧，拣首歌俾我哋听。继续拣一啲我哋嘅经典嘅歌啦，咁另外一首都好多弟兄姊妹认识嘅，不如我就拣《没有可给你》，送俾大家，同大家一齐分享。如果大家都识唱嘅时候，可以同我哋一齐嚟去唱呢首歌。望以生敬拜你。
主，虽知电话再不返，尽我的心敬奉神，愿意此生此世为你。原味生活馆，李石宏。继续跟 Thomas 倾偈啦，咁你预告咗啦，嚟緊二月有一个叫做献给你嘅音乐聚会啦，就係、是、作为敬拜者社团20周年嘅一个聚会啦。其实今次呢呢一个聚会呢同以往嘅有啲咩唔同呢，即係譬如我年头嘅时候睇呢，你哋嗰个李氏神嘅聚会呢，嘩都几多，譬如话喺灯光上面啦、服装啦、走位啦，即係上面呢都有好多即係好仔细嘅嘢㗎喎。咁其实今次会唔会再做多啲咁样嘅？其实我都想讲讲嘅，即系好多时呢，我哋预备一个敬拜音乐会咧，除咗音乐嗰部分咧，其实我哋喺舞台啦、灯光啦、服装啦各方面，我哋都会做好多嘅功夫嘅。特别即系而家都好重视嗰个视觉嘅献呈嘅吓，即系我哋讲紧 animation 啊，或者我哋所有 visual 嘅嘢。咁呢一个咧，我觉得都系好重要嘅。咁我自己就会谂到。好似瑪利亞去獻上拿達香膏俾耶穌嘅時候呢，佢都係獻上最好嘅。其實呢聖經裏面係點講嘅呢，形容嗰個拿達香膏呢係真嘅拿達香膏。咁而聖經呢另外都有形容呢係極貴重嘅，或者係極寶貴嘅一個真嘅拿達香膏。所以今日呢我哋獻上一個聚會俾神嘅時候呢，除咗係音樂嗰部分呢，喺其他部分呢其實呢我哋都會希望为神呢献上最好嘅，成为一个美好嘅祭俾我哋嘅神嘅。嗯嗯，咁你哋机构呢就好强调即係敬拜嗰方面啦。咁其实你点睇呢啲嘅嘢呢，喺一个敬拜里面呢嘅功能啦、个作用。其实呢我哋要諗返呢，无论係神去吩咐摩西去起会幕嘅时候，到大卫去建圣殿呢，其实神呢都兴起咗有好多手工巧妙嘅人呢，喺会幕喺圣殿里面，佢所有嘅摆设呢都係好精细，同埋呢係献上最好嘅。咁而神呢都兴起咗好似比撒列呢一啲嘅人呢，嚟到去起耶和华呢一个祭坛，去献上最好嘅俾神。咁其实呢同样喺我哋敬拜使团嘅团队里面呢，咁我哋其实唔系就係有领会嘅人啦，有歌唱嘅人或者弹奏音乐嘅人㗎。咁其实呢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同工同埋弟兄姊妹呢，喺幕后里面系负责舞台啦、灯光啦、影像啦、音响啦。其实我哋呢个团队嘅人数呢，系同我哋嘅唱歌同埋乐手嘅人数系差唔多一样一半嘅。咁而我哋好想呢就是、整体一个献呈。咁你諗下，其实如果一个音乐会只系领会或者歌唱或者弹奏嘅人好似有份，而其他嘅人呢其实佢哋都可以为神献上最好。可能嗰啲弟兄姊妹唔系唱歌最叻或者系弹奏最叻，但系佢哋嗰个专长嘅部分呢都可以为神献上最好。所以我哋呢一个观念或者呢一个信念呢系我哋好强调嘅喺敬拜里面。咁譬如话要做一啲譬如话舞步啊，即系譬如以往即系一啲嘅传统啲嘅就系敬拜嘅，就系企喺台上面即系就咁唱歌咁样啦。咁要去加入一啲嘅譬如话走位啊舞步嘅时候呢，对于你哋有冇难度？其实一定有难度嘅，我相信任何侍奉一定都会有难度啦。咁我会觉得其实敬拜呢系由心而发，但系呢我成日都提弟兄姊妹就唔系随心嘅。其实由心呢我哋讲系尽心。而尽心呢圣经里面讲到系尽性尽意尽力。咁其实呢无论喺我哋嘅思考啊，喺我哋情感点样去演绎表达，到喺力量里面点样去做到最好呢，其实都要有一定好大嘅付出喺当中啦。咁而对我哋嘅弟兄姊妹嚟讲呢，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学习。即系当我哋企喺个舞台里面，我哋点样去能够喺个舞台里面更加表达都合宜咁样呢，去带领弟兄姊妹去敬拜呢，其实都要做一啲训练嘅。咁我好记得呢，喺好多年前呢我去过韩国呢接受过一个嘅敬拜同埋呢一个演讲嘅训练呢。咁我好记得呢就跟时呢我上个训练呢我就对住几十人嘅。咁我哋每个人呢都有一段时间要做一个好短嘅演讲，喺几十人面前呢就去表达。咁而呢
我哋嘅 trainer， 我哋嘅导师咧就同我哋讲，你呢一个演讲同呢个表达咧，你要幻想咧，你系对住几千人讲嘅。咁、你讲嘢嘅时候咧，无论你嘅表情啊，你嘅动作咧，都要合宜地咧去适当嘅表达。咁我好记得咧，就即系你谂下咧，我哋要举起嘅手嘅，咁我哋手咧咪有啲关节嘅，即系我哋呢个叫做手踭。咁咧就用一个纸皮咧套住晒个手踭，咁只手就唔屈得嘅，咁由头到尾手就直晒，跟住咧系要讲一两分钟嘢，咁俾我哋惯咧，其实我哋有阵时一啲适当嘅伸展啊，同埋我哋好嘅姿势咧，能够表达到我哋对住咁多人去讲嘢嗰种全情达意嘅效果。咁其实咧，同样喺个舞台里边咧，个舞台会大好多噶嘛，喺一个大嘅场馆里边，就同一般教会唔同，所以我哋都要处理嗰个舞台嘅走位啊，或者灯光咧，我哋都花好多时间嘅。咁好多人就会问啦，咁譬如话敬拜嘅聚会，咁都想即系将个焦点摆喺上帝度啦，咁点样去平衡咧？嗰个焦点系合宜啊，唔系喺咗嘅台上面嘅人嗰度咧？其实咧，一个部分咧，我哋要留意得到咧，如果一个人咧好僵硬、好唔自然咁企喺度咧，其实咧都好多人留意住佢嘅。咁、我哋嗰个着重点咧系自然为出发嘅。咁同埋咧，其实咧我哋都会配合埋，让嚟到嘅人好投入喺音乐里边啦。同埋我哋好多弟兄姊妹咧，而家唱歌咧，就算喺教会都，佢哋都会望埋个荧幕噶嘛。咁我嗰个荧幕里边嗰、那个投影里面所有嘅设计咧，能够帮佢好快咁样咧投入喺当中，所以其实我哋整个制作无论喺音乐、所有歌唱弹奏，甚至个舞台嘅灯光，甚至有可能某一啲嘅走位到嗰个投影咧，其实我哋好想好快产生一个好合宜嘅情感俾所有嚟到嘅弟兄姊妹投入落嗰个敬拜同颂唱里边，而唔系就系纯粹睇表演咯。咁头先提过啦，你哋呢个聚会呢都牵涉好多人啦，即係包括有500人嘅大型诗班啦，咁有冇啲歌呢即係同呢啲个诗班都有啲关系咁样。我揀咗一首呢係啱啱呢我哋喺今年你是神呢个聚会里面呢我哋同大诗班合作嘅一首嘅诗歌。咁又可以听下呢即係我哋敬拜队同埋大诗班一起配合出嚟一种嘅敬拜嘅效果啦。咁呢首歌呢叫做一心赞美。Yeah.
原味生活馆，李石宏。翻翻嚟原味生活馆啦，继续同同心圆嘅 Thomas 倾偈啦。头先你就讲过嚟紧嗰个献给你嘅音乐会咧，咁你哋都会譬如话唱多咗歌啊等等啦。咁其实除咗音乐之外咧，会比起过去嘅一啲音乐会咧，会再谂多啲有唔同嘅嘢咁样。其实今年咧，我哋都会再更加努力咧，希望可以为神献上更加好嘅。特别呢一个系一个二十周年嘅纪念音乐会，咁我哋。都唔系纯粹为庆祝二十周年而庆祝而諗住要搞大啲嘅。其实我哋一直呢喺过去里面呢都有一个嘅諗法，就係、究竟香港嘅敬拜赞美聚会点可以突破得到，同埋可以做得更加好。咁、而喺今年嘅里面，我哋喺灯光同埋舞台同埋成个音乐上面呢，我哋系好想再有一个突破性啲嘅表达嘅。所以呢嚟緊出年我哋月15、16号嘅呢一个献给你嘅聚会呢，会比今年你是神呢一个聚会呢每一样嘢都会做得更加好。其实啱啱今年我哋二月份嗰个嘅音乐会呢，我哋做个舞台已经比一般嘅敬拜赞美聚会特别一啲同埋大一啲嘅。咁啱啱今年嗰个聚会呢就係一个 I 字型嘅，即係一个公字型咁嘅舞台。咁而到出年嘅舞台呢，更加係好接近差唔多到好似四边台嘅感觉嘅一个嘅舞台嚟嘅。咁喺走位灯光各方面呢，其实会再比啱啱我哋今年嘅聚会呢再複雜一啲。但係我哋都会好去諗點去做到一样嘢，就係、多咗呢啲之后令到弟兄姊妹嚟到係好投入敬拜，但係同样呢会觉得我哋真係好有心思地为神献上咗一个好好嘅聚会，甚至呢个聚会会俾人觉得唔会俾人觉得系啊基督教嘅聚会比起出边嗰啲嘅音乐会咧都系老土一啲嘅，而呢个聚会会俾人觉得我哋系会好努力会做到好好，特别嚟紧出年如果弟兄姊妹嚟我哋2月15、16号嘅聚会嘅时候，可以特别留意我哋嘅灯光，咁我哋会请到嘅灯光师呢都喺出面好专业做好强烈舞台效果嘅灯光师，佢哋都系一个基督徒嘅团队，但喺出面其实都做好多音乐会。咁呢啲方面呢，喺投影方面呢，其实我哋喺出年嘅聚会里面呢，我哋都会用多好多嘅心思去拍制一啲好特别嘅片。咁我有機會有陣時去參加出面一啲嘅音樂會呢，其實發覺呢而家嗰個嘅 animation 同埋嗰個 visual 嗰部分都好重要嘅。好豐富嘅。咁而我哋呢都會突破呢，即係而家教會呢一般都會係好似仲用PowerPoint 啊，或者先進啲就用少少喐動嘅影像啦。但係我哋嘅聚會呢就會更加希望行前一啲，探索一样嘢，就係话嗰个嘅视觉效果可唔可以一个整体配合埋嗰个舞台嘅灯光，配合埋服饰，同埋配合埋呢成个影像嘅变化呢，能够令每一个参与者呢好快投入到嗰种情感。其实出面嘅一啲音乐会呢，佢就好能够用呢元素帮你好短时间投入落。即係觉得係一件事唔係几件嘢。係啦，唔係几件嘢嚟㗎。或者呢你好快就投入到落嗰首歌度㗎。但当然啦，出面嘅音乐会就係帮你投入落嗰个歌手嗰、那个偶像，或者佢哋所表达嗰个歌曲嘅内容上面。但我哋做敬拜人呢，我哋就係要帮弟兄姊妹盡快投入落神度，同埋呢一首歌點樣向神表達一個嘅心願，一個情感。所以對我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咁我自己呢，其實呢成日都有個諗法，就係、希望香港嘅敬拜讚美呢，即係唔係好似式微緊嘅，而係不斷有突破嘅。與時並進。
同埋即系而家我哋有阵时，我哋会谂好多敬拜赞美，我哋会谂起台湾嘅团队啊，或者外国一啲团队会做得好好啊。咁其实广东话嘅敬拜系咪仲系好似十年前咁样嘅咧？我系好希望即系顶姊妹有机会嚟到嘅时候，你发现原来今日广东话嘅敬拜系完全唔会差得过台湾嘅团队或者外国美嚟自美国、澳洲嘅团队嘅。咁我哋喺各方面嘅投入上面啦，我哋动用嘅专业嘅义工方面，我哋都会希望为神真系能够做一个更加突破嘅前瞻性嘅聚会，俾教会嘅顶尖会感受到，原来我哋敬拜赞美聚会，特别我哋喺香港，我哋喺广东话嘅敬拜里边，我哋自己本土都可以做到一个好好，甚至我哋希望做到外国嘅团队都可以嚟到参考我哋嘅。咁呢个我自己系有信心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参与呢个献给你嘅音乐会啦嘅聚会啦，咁就都可以上我哋完美生活馆嘅 Facebook 啦，咁就留意里边嘅详情啦，都可以攞到一啲免费嘅门券嘅。咁我知道咧，除咗呢个音乐会之外咧，敬拜爵士团20周年嘅活动啦，其实都唔止咁少嘅。咁不如剩翻少时间 ，Thomas 同我哋预告一下。其实咧，我哋完咗呢个聚会之后咧，咁我哋跟住咧，我哋就会去海外嗰度咧，我哋会延续呢个献给你嘅聚会。咁我哋好快就会去澳洲先嘅。咁跟住其实我哋而家都预备紧，将会去马来西亚嘅。咁我仲有一啲嘅地方，我哋而家联络紧。咁仲有咧，六月份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好大型嘅营会嘅。咁会喺六月嘅八号同埋九号喺乌溪沙青年新村里边咧，我哋一个我在这里嘅营会。咁係一个奮興同埋獻心嘅營會。咁其实嚟緊2014年呢，我哋成年嘅主题就係讲緊係獻給你，就为神獻上我哋嘅生命去回应神嘅恩典。咁希望弟兄姊妹同埋各位教会嘅朋友都可以即係有机会嚟到同我哋一起分享。最緊要係经历神，同埋我哋喺新嘅一年里面生命有一个更大嘅突破，同埋可以为神獻上一个更好嘅生命，成为一个活祭嚟到荣耀我哋嘅主。咁今日咧，多谢晒阿 Thomas 嚟分享啦。咁临走之前，不如就听你哋呢个音乐会嘅主题歌曲《献给你》。
生，为你奉上一首献心的赞歌，让我颂赞归于你，让我颂唱以真心称